白切吉，原料有鸡、调料有姜、葱白、精盐、花生油、味精。制作方法，在制作白切鸡之前，我们先介绍一下葱油的制作过程。取生姜一块，用刀刮取外皮，切成薄片，改刀切成丝，再切成末，放入碗中备用。取葱白一段，除去里面的葱心，只留葱白外皮，再切成丝，与姜末放在一起，然后放上精盐、味精、水备用。锅烧热后，放入花生油，待油温升至5到6成热时，把油倒入盛有姜末和葱白丝的碗中，这时葱油就制作好了。姜鸡放进开水锅里浸烫，在浸烫的时候要轻轻翻转，烫1分钟左右，将鸡提起，倒出鸡腹腔里的水分，放进凉水盆里过凉，然后再放入开水锅里，1分钟后再取出过凉，就这样重复前面的操作，直至姜鸡烫熟。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鸡鲜嫩爽口。在这一步的操作中，还要注意不要将鸡的皮烫破，以免影响美观。
把烫熟的鸡放在案板上，将鸡纵向剖开。切下鸡腿、鸡翅，去除鸡杂骨，把鸡切成块，在盘子里拼成鸡形，用法香菜和萝卜插花点缀，再把做好的葱油浇在鸡块上，即可上桌食用。这道菜的特点是色淡皮爽，鲜嫩软滑，腊肠、原料有猪肉、肠衣，调料有精盐、白糖、味精、生抽、粉酒。制作方法：先切下猪肉上的瘦肉备用，将肥肉切成条，然后改刀切成肉丁，将切好的肥肉丁放入盛有温水的盆里，洗去油脂，再放入另一个盛有凉水的盆里冷却，这样可防止肥肉起胶。将冷却后的肥肉丁捞出，放在一个平盘中，再把肉丁摊开烧晾，将瘦肉也切成条，再改刀切成肉丁，将剩余的肉剁成肉末，制作腊肠所需肥肉和瘦肉的比例为3:7。在调料盆里放入精盐、白糖、生抽、粉酒、
搅拌均匀。